起潮落看风雨几回，风风雨雨人生几何，空杯叹不如对酒当歌。真真假假问谁是谁非，潮起潮落叶琳小姐，叶琳，怎么样？子谦答应没有啊？他大是答应了，可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出来。子谦，若言呢？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子谦，你能不能跟我去一趟保安团？你的意思是让我把宋大虎救出来？我真搞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人，而且还要救他？别忘了，他和张家是有仇的，况且他想杀爷爷。宋大虎是想杀爷爷，可是你忘了，爷爷是想化解这段仇恨的吗？如果你能帮他们的话，爷爷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子谦，仇恨是用来化解的，不是要越结越深的。想想，如果你帮了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心存感激的，说不定还能化解这段仇恨，张宋两家以后就能和睦相处了。子谦，你就算是帮帮小田好吗？好，既然是你说了，那我就跟你走一趟。哎呀，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！我正和手下念叨想请子谦少爷你过来，你就已经到了。现在宋大虎的情况怎么样？他呀，他已经被我们打得半死了。我呀，打算把他双手打断以后赶出龙阳镇。我这儿先谢谢王团长了。这样，我想这也就够了，亮他也不敢再来找我们的麻烦。现在把他放了吧。那行，既然子谦少爷说放人，那我就放人了。去，把那宋大虎给放了吧。是。李锦，再等等。子谦，怎么样？他们肯放人了吗？子谦少爷，怎么样了？你见到他没有？若言，放心吧，很快他就出来了。子谦，还是你的面子大啊。你给我尽快滚出龙阳镇，别让我再见到你，要不然下次给我抓回来就得死。大虎，大哥，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？太过分了，他们。哎，若言，干嘛？大哥，我不需要张家人扶我。大哥，是他们救了你啊。走，小田，走。谢谢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哎，慢点。为什么大虎还是那么恨我们张家的人呢？若言，怎么样，发现没有，好心不一定有好报啊。他不领情的话，宋小田还是会领情的。其实也没什么领情不领情的，小田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帮他是应该的嘛。若言，然我是帮你救了，你怎么报答我？你说吧。陪我吃饭吧。啊，吃饭啊？我跟叶琳等一下还有事情呢。子谦，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回去告诉爷爷，爷爷一定很高兴，也一定会感激你的。那个吃饭的事儿，
我就不行了，我跟叶琳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若言，您为什么不答应跟子谦吃饭呢？我觉得啊，子谦对你好像很有好感。你看，刚才你一去找他，他立马就答应了。我知道他喜欢我，但是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为什么这么看我？我好像感觉不到你难过啊。难过？我为什么要难过？石飞提出退婚了，你心里就不觉得难过吗？如果要我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他在一起的话，我宁愿这辈子都不嫁。嗯，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。我就觉得奇怪了，当初忽然之间听说你们要结婚，然后忽然之间又听你们退婚。不管怎样，都是你自己想好的。叶琳，我还有事，我要先走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还有什么事情啊？天宝不是还在药厂等我们的好消息吗？我就不跟你回去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包车，我走了。哎，让让让让让！哎，让让让让让让让！哎，天宝，哎，黄包车，哎哎。前面那辆车，哎，好。哎，师傅停车。你好，刚才你是不是送了一位少爷来这里？是啊。那你呢？我刚送了一位小姐。啊，谢谢你们。不用谢。谢谢。天宝，你不知道刚才真的很危险，还好我们提早去了一步，要不然大虎就被他们打死了。你没看见大虎浑身上下都是血，看他的样子只剩下半条命了。幸亏没出什么大事，没闹出人命来。希望大虎以后不要再惹是生非了。可我觉得他是不会罢休的。算了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不要提这件事了。哎，好几天都没有看到君华了，你陪我去看看他。好啊，走。天宝，若言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们俩是不是疯了？难道不知道你们有血缘关系，不能这样的吗？我真没想到，我真的不敢相信你们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叶琳，我爱若言，若言也爱我，我们两个是不能忘记对方的。虽然我们不能成为夫妻，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在思想上互相安慰和鼓励。以后我不会再娶，若言也不会再嫁，我们不需要夫妻的名分，也不需要夫妻的关系，但是只要我们两个天天在一起，就已经很幸福了。是啊，天宝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两个真心相爱，就不会计较什么名分，也不会计较是不是真正的夫妻。可是你们这是错的，你们不能再这么一错再错下去，总有一天是不能自拔的。天宝，若言，你们不能一错再错啊。叶琳，这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，请让我们自己决定好吗？谢谢你的关心，若言，我们走。
张老爷。哦，叶麟过来了，来。哎，你没去找天宝和若言去玩啊？我，老爷，我今天来不是找他们，是找您的。哦，找我有事吗？这件事情，只有您能够阻止。天宝跟若言以前相爱，您是知道的。可是现在他们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发现，他们又旧爱重燃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，也是他们亲口承认的。张老爷，你一定要阻止他们。哦，我不是嫉妒，我是真心为了他们好。如果他们再错下去的话，终有一天会做出无法挽救的事情。这么糊涂啊！这也难怪，他们彼此曾经爱得那么深过。天宝为了若言，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。但是老爷，您不能不阻止的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天宝？我，好。我让你嫁给天宝。啊，老爷，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。我知道，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阻止天宝和若言让他们死心。只是委屈你了。爷爷，你今天找我是不是有事啊？天宝啊，你年纪不小了，应该成家立室了。我们张家人丁不多，如果你再添个一儿半女的，爷爷就开心了。爷爷也想早点抱个重孙子。啊，爷爷，我现在还小，我想事业再有点基础，这事儿过两年再说吧。你这样就不对了，怎么可以为了事业而不娶妻呢？更何况张家那么大的家业，将来也是你的。可是爷爷，我真的想在……这样吧，我知道叶麟很喜欢你，娶妻求淑女，叶麟也算是个好女孩，你就把她娶为妻吧。成亲以后，我就把药厂交给你，百灵丹的秘方也传给你，让你大伯和子谦去东北打理分厂，这样也就完成了我的心愿了，就是离开这个世上，我也瞑目了。爷爷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，爷爷从来没骗过你，只要你答应娶叶麟，爷爷说过的话，马上就给你兑现。成亲以后，我就把药厂交给你，百灵丹的秘方也传给你，让你大伯和子谦去东北打理分厂。天宝，天宝，我刚才看到你跟爷爷在说话，怎么样？爷爷答应你去东北开分厂了吗？啊，是啊。真的？太好了。哎，那我们什么时候过去啊？啊，还没那么快，爷爷说要先让我准备一下，过一段时间吧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
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跟爷爷说什么了？我只是不想你们一错再错下去，才告诉你爷爷的。天宝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真心想要伤害你们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你跟若言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，这样下去你只会伤害若言。你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关心若言呢？若言受不受伤害你会在意吗？你才不会呢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好，现在你成功了，满意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天宝，真的不是这样，我是真的为你和若言好的。爷爷让我娶你，他让你嫁给我，这就是你的目的吗？我，叶琳，嫁给一个根本就不爱你的人，你会幸福吗？你永远都得不到我的心，就算得到我的人，这有意思吗？让我醒醒，你自己先醒醒吧，叶琳。真的不知道张老爷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我也很出乎意料。你可以不答应娶我，但是我不希望你误会我。别再狡辩了，我知道你的目的就是拆散我和若言，然后嫁进张家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没有的话，我跟若言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要你多事跟爷爷告状，你就是想成为张家的少奶奶。天宝，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叶琳是什么样你还不清楚吗？天宝，你说我有目的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我不想你跟若言再错下去。我从头到尾都在为你着想，你却一直在误会我。你在为我着想，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想过吗？你有没有想过若言的感受，还有俊华的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以为你这么做是在帮我？我懂，只有拆散了我和若言，你才有机会成为张家的少奶奶，才有机会嫁给我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。但是你想过俊华，想过我，想过若言没有？你太自私了！你走，你走啊！天宝，你走，给我出去！天宝，你听我说，走啊，走！天宝，走！天宝，你听我说，天宝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天宝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成亲以后，我就把药厂交给你打理，百灵丹的秘方也传给你，让你大伯和子谦去东北打理分厂。
天宝啊，有些人天生好命，生在富贵之家，一生衣食无忧，而更多的人只能在底层摸爬滚打，受尽欺凌。爹不想过那种日子，更不想你跟君华过那种日子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是不容易，从当初迈进张家的第一步开始，我们就再也无法回头了。你没什么好考虑的，我们的目的就要达到了，拿到秘方，接管药厂，从此以后张家上上下下就算是张淑如，他也不敢在你面前造次。天宝啊，机会就在眼前，知道你放不下若言，难道为了一个女人你愿意放弃这一切？我不明白，之前你什么都可以放弃，现在怎么就舍不得？你是不是怕她承受不了打击，把真相说出来？你不用担心的，就算他说出来，老爷也不会相信。这世上只要君华和我不出来作证，就没有人可以否认你就是张天宝。天宝，放下若言，去跟叶林成亲。我会说出来的，我会把一切说出来的。什么？指证天宝？你说的好好的，你要我踏实做人，去打动叶林，可现在呢？你要娶叶林为妻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啊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们是兄弟呀，你跟我争什么呀？从小到大你是张家的少爷，而我就是个下人，我什么事都让着你，顺着你，我还帮你保守这么大一个秘密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给过我什么啊？说呀！你还想让天宝怎么做？你犯烟瘾的时候是谁救你？是谁帮你戒掉的烟瘾？又是谁把你从鬼门关上拉回来的？你还想让天宝怎么样？现在是张守义要天宝娶叶林，不是天宝自己想娶。张守义说了，只要天宝娶了叶林，就可以得到药厂，还可以拿到张家的秘方。你觉得你哥应该为你放弃这所有，还是你应该为你哥放弃一个女人？你以前是下人，以后呢？你有什么都可以得到，我们父子三人为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哥，哥呀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放弃若言好不好？你不是说你要带若言去东北，等张老爷死了以后才回来吗？其实这都是十年八年的事情，等你到时候回来了，张家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何必争这一时呢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吃苦，就像以前那样。我只求你一件事情，你娶你的若叶，我娶我的叶林，行吗？天宝，十年八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，万一那个时候
秘方落在张叔如和张子谦的手里，那我们就什么都完了。现在是我们必胜的机会，怎么能错过呢？爹，天宝可以放弃若言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弃叶林？我。您决定派大少爷和子谦少爷去管理东北分厂，你去帮他们准备一下，他们的东西可是不少啊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老爷，东北分厂的事不是天宝少爷提出来的吗？怎么又让大少爷去呢？天宝不能走，他很快就要和叶林成亲了。天宝成亲之后，我要把药厂和张家的秘方全部交给他，我也就退下来了。老爷，请恕刘福多事，这事你必须慎重考虑啊。天宝少爷他经验尚浅，掌管药厂不知能否胜任，而且大少爷必定会心有不甘呐。你说的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，经验是慢慢积累的，天宝进厂有一段时间了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，这一点我是相信他的。其实张家的一切将来都是要交给天宝的，这是一个早晚的事。至于舒如的想法，我这个当爹的还不知道吗？他辛苦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却要把一切交给天宝，他心里肯定觉得不公平。但是我把分厂交给他，这分厂以后就属于他了，他这一辈子还可以过着大少爷的生活，以后他把他交给子谦也就足够了。所谓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当年我也是刻苦经营，现在不也是留给后人了吗？我相信淑如会明白一切的。什么？让我们去东北？天寒地冻的，凭什么呀？现在这去不去的都得去了。我不去，我告诉你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就在这儿待着。我是张家的大少奶奶，凭什么去呀？去，你爱去不去。你不去，你留在这儿拿什么跟齐云斗啊？嗯，你怎么想的？我现在是想明白了，之前天宝说要开分厂，而且还开得那么远，在东北。原本以为他是自己去，没想到是想把我们全家人全赶过去，绝了，真是绝了！张天宝，这个小王八蛋，每走一步都有后招啊！我还真是小瞧了这小子。哎呀，子谦呐，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吧。娘，遇事不能慌，我们现在是阻止不了天宝了，可是啊，可以在叶林身上打主意，只要他们成不了亲，我们就可以拖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时间，有了时间，我们就可以想对策。不然，我们真要彻底输给他了。对，有理。哎，叶学辉可是你大哥，你得赶快去说一说，我们一定要阻止叶林嫁过来，知道吗？我什么我呀？你知道吗？我是什么？哎呀，哥呀，你赶紧找人把房子拆了吧，
建个大屋。你看看这房子破的呀，哎呦，怎么能跟我们张家配呢？哥，赶紧建个大屋，让人羡慕羡慕。叔叔说了，他知道你们没什么钱，所以呢，这次的费用啊，我们出，你们呢，尽管要求着。再多的钱，张家也出得起。够了，啊！我是嫁女儿，不是卖女儿。你说我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啊？当年你没有嫁到张家的时候，不也是住在这里吗？你怎么现在又嫌这里寒酸了？再说了，我这做老师的又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就是一个文人，你们张家即便是再富，那也是满身的铜臭。说实话，我还怕你们玷污了我呢。是啊，妹子，叶林亲口跟我说跟天宝已经完了，何来婚事啊？你是不是误会了呀？误会？你们还蒙在鼓里吗？叶林嫁给天宝，那可是老爷亲自定下的，你说天宝他敢不答应吗？这一次就看你们的了。你说叶林要是嫁到张家来，那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，将来就是张家的大少奶奶了，往后的日子啊，那可是丰衣足食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你们呢就跟着沾光吧。哎呦，你们呢就不要推辞了，赶紧找个人把这大屋重新建一下啊。是。这儿呢是300大洋，你们要是不够用啊，就跟我说。拿走，我不需要你们张家的钱。哎呀，哥呀，你就不要再顾着了嘛，啊！你看看，这可是叶林的幸福，啊，也是你的机会啊！你看，教书教了一辈子，哪有出头的日子啊？别再赌气了。拿走！我叶学辉再穷，也不要你们张家的钱。妹子，你哥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。哎，回去吧。爷爷，若言，来，看看爷爷的字。嗯。爷爷，您的字写得真好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你知道这首诗写在什么地方吗？我知道，叶老师教过我这首诗的。这首诗是李白游长江时所写的。是啊，爷爷忙碌了大半生，还没尽情地去享受人生。我有一个心愿，我是想在有生之年去走一趟长江，啊，欣赏一下当年诗人的情怀。爷爷，您现在身体这么棒，药厂还有伯伯、天宝还有子谦他们管着呢，你不用操心，你要想去随时去就行了。我也这样想啊，但是爷爷一个人去只怕太闷，你愿不愿意陪爷爷一起去啊？爷爷，您这么有兴致，我当然陪您一块去了。好，那咱们一言为定。长江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，路过宜昌、武汉，这一路上可都是好景色呀，我恨不得插翅飞过去呀。爷爷，您要这么想去啊，赶紧让人准备准备，选个日子就去吧。这事不急啊，等天宝跟叶林成亲之后。
咱们什么？爷爷还没有告诉你，天宝跟叶林成亲是我亲自安排的。他们俩成亲之后，我会把药厂和祖传秘方交给天宝，这样呢，我就了了一桩心愿，啊，我可以尽情山水。再说有我最好的孙女来陪着我，夫复何求啊？哎，若言啊。爷爷这一趟可是时间很长啊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去了，后悔了？不是，爷爷，你就安排吧，我想回房去。哦，那你先回去休息吧，啊。是不是要跟叶林成亲了？啊？没有。别骗我了，爷爷都已经跟我说了，你是不是要跟叶林成亲？我要你亲口告诉我。没有，若言，真的没有。叶林他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爷爷，所以爷爷才会这么安排的。但是，若言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答应爷爷。我知道。真的。若言，这是在家里，这会被人看到的。若言，你放心吧，我还是会带你去东北过我们的生活，只是你暂时要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嗯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。有什么话，我们明天在河边说。说呢，我对若言怎么好，他就是不理我。原来若言现在什么都知道，我真是佩服你啊！你能让若言这么死心塌地的对你，张子谦，你太卑鄙了！你居然像贼一样的偷听我们谈话！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早就在那站着了，只不过你们俩谈得挺亲热的，没注意到我而已。说实话，你去东北开分厂的那步棋，我一开始还真没有看清楚。我还想着是不是你用来对付我跟我爹的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你是要跟若言双宿双栖呀，好事儿啊！我祝福你，祝福你们早日达成愿望，在那边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有人曾经跟我说过，说是我一定会输给他。因为我没他无情，现在这么看来，天宝啊天宝，你也并不是一个狠心无情的人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不相伯仲，这谁赢谁输还真是个未知数。
哥，你怎么了？张子谦已经知道我要带若言走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娶叶琳。啊，哥，你真的要娶叶琳？是。哥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会毁了所有人的。若言、叶琳、你自己三个人的幸福全会毁了的，你不能这样做，哥，你不能这样。啊！你别阻止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你敢坏我的事，我就杀了你。酒量，喝什么呀？东头开了家澡堂子，咱们还是去舒服舒服啊！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去热水里泡泡。等会儿我撒泡尿啊！等会儿，快点！我告诉你们两个啊，咱保安团里啊，论酒量，那团长都不是我对手。我告诉你们，小兔崽子，人呢？小兔崽子，跑哪儿去了？人呢？这是。很闲，是你让我
上演，让往事都随风飘远。也许放手也是一种